椰子蛋、四果汤，天在黄草甘蔗汁、西瓜汁、芒果汁、柠檬百香果。
烤鱼啊。我爸来吃，买一块。啊。买一块。就这边就是吧。你喊得啊？几粒火锅啊？几粒火锅啊？两回吃，八粒啊，谢谢啊，多谢啊，七十八块啊。来买，再买一箱。天猫那边乌龟啊，这些天魔啊，天魔。这鳗鱼一斤多少啊，师傅？40。40哦。这样这样这样。这样鱼在在干嘛？对。这么多海鲜，不知道真的有那么多人买。你的特色，云霄传统四果汤、花石汤，最是好吃的了解。这个妹小姐，栗子烧给我们包栗子的，哇！妈妈什么都不吃。你的特色，云霄传统四果汤、花石汤，最好吃的。果深果清凉，解渴一个6元。
谢谢特特哦。谢谢。利息收款30元。美食概率下来。海胆，烤海胆。海胆还是会。对，先烤的海胆。好的，我目前是在第八市场的海鲜街，海鲜一条街。好的，以上就是阿周在厦门的第八市场走了一趟海鲜一条街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